没必要上去看，不是啊，上去看看嘛，先确定好目标是谁，这样才好下手啊，不是、啊？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卡住啦！哎，我没撑到。大姐，大姐可以请你离开吗？你卡住我了。我只是想去确认我的目标而已，不要卡我啊！啊，出来了！啊，这本是灵性之类的吗？人的出生计划，你的人生灵魂在你这一世的人格，还没出生前，蓝图就已经先决定好了，所以你的家庭、父母都是你自己决定的。什么？所以？走，这是为了在这一世让你学习到许多课题，或许你的父母也是帮助你学习的小老师与对象。我刚刚是想讲小老师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以为他就写小老师。不要误会，我没有要讲其他奇怪的字眼，所以自交承受。这根本就是劝人，劝人看开这一切，坦然面对，直接去接受嘛。一点都没，就是顺其自然的感觉啦。没办法，我现在讲老师，我下意识讲小老师。突然觉得更没有意义了。这一切，如果是我自己决定，都无法复复。为什么刚刚是用开心的？他是崩溃了吗？他是用开心的音符哎。所以你崩溃了吗？哎，又是晴朗。一定是骗人的，因为我根本不想你，傻到不行，不想跟你讲话。哈哈哈哈，老师卡好，到底，我觉得他是没有必要做到那么极端了。这是什么？欸，一支笔的形状，新郎造型。对啊，这造型真的蛮好看的。可是他做的事情就真的是放在口袋的。这什么？针孔摄影机笔。欸，那个他老爸根本就是好熊的那个吧？黑的版本的吧？到底太恶心了吧！反正一个月前是不是那次偷听一切洗澡的动作，何必呢？何苦呢？哦，哦哟，我个派呢！哎，他超凶的啦！这真的没问题吗？这真的 OK 吗？我觉得还剩一天，那一天，然后我来到这什么奇怪的地方是怎样？他知道什么？跳跃超病态的 ，Hello 蓝玉安安，一切都是老爸的错，我觉得老爸老妈都有错啊。内心的时空中跳跃，按下 S 为跳跃键。S 跳跃。S 哦，是这样跳。哎、欸，这样赶路好方便了、对不起，我不应该，我不该一直玩 S 键，好不好？对不起。还是难不倒我了，耶、yeah ！是这样，右边天堂，左边地狱吗？哪有很简单？我觉得有困难呢。这个。我从这里来，
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什么是爱，什么是欲，爱欲可以区分吗？你以为有人会喜欢什么？这有那么糟糕的地方，别傻了你。这是怎样？他内心的疑惑是不是？有人对很好，你就全心付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如果有人看到真实的你，绝对会离你而去呢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嗯？刚那什么？撒旦吗？现在过不去了，嗯，然后这旁边也不能过去，哈哈，果然很可笑，你居然会以为我帮你付钱就对你好，想安慰你就是在对你好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感觉现在就是完全就是往坏处想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哦。眼镜兔好像在帮他把那个，帮他内心带往到黑暗那边呢，奇怪。然后那个黄喵则是努力的把他那个带往正向那边。在睡觉吗？还带着绳索，继续睡，不相信？睡吧，睡吧。小婉，你听到我说话，来选择吧，会怎么选择？网络不能一直跳，左右选一个是不是？它是很漂亮的光芒，所以这就是直接分左右这样啊、喔！我要选哪一个啊？我觉得我先选悲惨一点，不要，他既然名字叫悲惨少女小伙，那我们就先选好了，悲惨留到最后，来吧。你选择了我是吗？不是，我来看看而已。既然是悲惨的故事嘛，我们当然是要把悲惨留到最后啊。啊，兔子，我来不及，我已经先选了。哎，干嘛？应该是我的来，啊，是我的来吧？海里应该是我的来吧？哈哈，好像不适应路上的生活。哎，不是吧？所以我选到的这才是悲惨的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到这边错字哦，我刚才来的地方。哦，我想说，是应该少一个字吧？欸，我的来的，啊，该变成那的变成该，该变成的了，是谁？哦，秦朗来救我了，真的假的？屁咧，秦朗他不是很喜欢捉弄我吗？他不是很喜欢捉弄小婉吗？猫咪，怎么这张图有种怪熟悉的感觉？好像哪看过？说错觉吗？黄喵在医院陪他的黄喵。哦，好可爱哦！喵，它好可爱哦。说很多人的坏话，那就是爱。所以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因为爱无所不在吗？那背景怎么好像有点像陶家，陶家医院那边的？猫超可爱的啦，医生，为什么医生长得有点大叔样？你终于听到我的声音，都记起来了吗？一年之后总算记起来了。哦，所以他是一年后的，时间也对了。那么你的家人愿再跟他们见面吗？
是父母榜样的样子啊。如果你不说生日经过，还有他们很关心你是父母榜样的样子，原谅。同一家医院哦，原来是同一家医院啊，而且是我错觉吗？我觉得这个这张图其实有点像那个，有点像水枪彼此无法思考，不会想破了。新款的药成效大幅提升，你在卖什么萌啊，医生？医生，你是来治病的，不是来卖萌的、啊。你来卖药啊，好不好？至少你卖个药吧。是初夜吗？好了，我讲的就有点像小华头像了。哦哦，新郎再次出现了。欸、你这很爱刷存在感哎、欸，到底？你好，路人甲你好。高中时候真是对不起，完全没注意到。其实呢，很快乐的日子。对啊，有你不觉得有像吗？没有，是我错觉吗？我是觉得有像。他怎样？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身上哎。别人失败是我的快乐的概念吗？还有一个房间空着。所以呢？所以到底？哦，哭了，他感动到哭了。原来老天还待我不错的。这行为真的没办法原谅。我觉得他爸爸那个行为太夸张了。这实况多久了？我看一下哦，52分钟了。网络素材，我以为是，我也想要自己拍自己家的。丢罐子是不眠，由真人真事改编，天然卸妆力，这真人真事改编，真假的、啊？不要跟我开玩笑，我认真。我觉得一点也不悲惨的少女小丸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要选悲惨的。来吧，小兔兔，我来找你了。他是恶魔的部分，一边是天使，一边恶魔、欸。哎，然后就回房间了吗？老爸又在用锤子敲击粘鼠，一下两下，一下两下。你确定了吧？在那一阵阵老鼠惨叫声中，这样如此的悲惨，这也太悲惨了吧！就直接，叽叽，想不到我是吧？不是我吧？你应该是说那个吧？属于我的未来 ，N One 属于我的未来，你还没有发现真相，所以。所以我选的是对的嘛？对，我应该先把那个不悲惨的先选完，再选悲惨的，应该反过来才对哦。其实，啊，那我们的那个悲惨少女小婉，故事就到这边。